Hello，各位老板好，这里是嘉盛啊。今天介绍这个是 King Toyo 的牌子，它的半寸的这个风墙，它的编号是 KT231A。然后开里面给大家看一下，它的就是这样子哦，它墙半寸的头，然后它的这边就是它的 serial 号码，还有它的 RPM 最高去到8000，还有。它的460的副炮手啊，还有这个它是 2.5kg，就是不会讲很重啦，就是很 heavy duty 啦，一般车厂可以来用啦，就是可是最重要是可以放那个 air to 水油啦，就是保养啊，就是会比较会降快生锈，就是更耐用啦。啊，它的号码在讲的就是 KT231A，如果各位老板。有兴趣的可以 PM 我们，也可以留言给我们了。还是 King Toyo 是 Made in Taiwan 的了。OK，谢谢各位老板。